你正在收听的是原创 Shock Podcast。Shock。欢迎来到欢乐广东话，我是 IB， 我是 JB， 我是 Taco。诶，今日讲啲咩嘢啊？大家唔知道有冇啲窒老细嘅经验咩？我以前好多嘅，但系而家真系唔敢啊！我老细喺我隔篱啊！你老细唔明白窒系咩意思？我都要解释下俾你听。等我翻屋企，佢听得明白我死啦！窒老细，老细你知唔知道？你知吧？老板，窒老细咧？抓老板，窒就是怼老板。你唔好窒我啦！你不要怼我啦！我会说窒我啦。我啦，窒我啦系咩？我啦，我窒死你！哇！啊、那通常有啲比较激进嘅青年咧，佢哋好有抱负，好有理想，就觉得你个老细识啲咩，识条铁咧，咁佢就会讲一句：我而家劈炮唔捞啦。我现在不干了啊！哎、嗯，厉害耶！因为你看，你看他那个拽的神情，你大概都能猜到啊。哎，但是我好中意谂，点解要劈炮呢？点解我唔劈西瓜啊、劈木啊、劈柴啊？系咯，劈炮比较有气势哦，嘣还会炸。其实劈雷都好有气势哦，劈雷唔捞，劈雷唔捞。那是什么？雷啊，雷劈雷唔捞。哎呀，我又要讲啲故仔俾你哋听啦。诶、哎，死义工田系啊。咁我想问下你哋，陀炮你知咩意思啊？陀炮知，陀枪师姐，陀炮，陀着那个炮，陀的意思就是抱着，就是背着，背枪就是啊啊，背着那个炮。拿着那个枪啊，啱啦，所以系同警员有关噶啦，因为警员先有枪啊嘛。啊，哦，阿 Sir 系啦，阿 Sir 冇错。咁呢个原意咧，以前嘅古仔讲咧，话呢个阿 Sir 同佢嘅上司咧就闹得唔系几 happy， 咁一时冲动咧，佢就将佢嘅 pass 啊，同埋佢支炮，就放喺张台度。我而家劈炮唔捞啦！啊，劈的意思就是丢掉，诶、哎，劈咗佢，系啦，炮系支枪嘛，嗯，佢就劈支枪喺个台度，所以之后就会演变成呢、這个劈炮唔捞，系我劈炮唔捞就系话我不干了 ，I quit， 系啦，好呢、這个系其中一个啦，咁第二个咧，我觉得我可以对住 JB 讲，咩？我约炮啊，JB， 我睇下你有咩把炮。哇！我炮长咯，大咯，咩把炮？我有咩把炮？睇下我睇下你有咩把炮？你有没有马炮？你有什么厉害啊？你有什么厉害？对对对对对对啊！因为呢个咧，其实即系你有冇把握嘅意思？把握佢唔明白，把握唔明白。学多一句，把握。嗯，翻译啊？这翻译不出来，太难了，把握。把握哦，把握，那不应该是把握吗？把握，把啊 ，JV 好有把炮，就是说他很有把握哦。我睇下你有咩把炮，我看你有什么厉害牛的地方。啱啦，我好有把炮噶。好，我而家又要移去另外一种炮啦。咩炮？新功炮，车大炮哦，车大炮，车大炮什么？吹牛，祝你回来，看你的样子那么得意，冇相干。咁我解释车大炮之前咧，我想问下 J， 你有冇听过其他人讲过呢个语助词？车系咁就系嘛？啊，系有啊，系点解我哋要讲车？我哋唔讲哟，我哋唔讲喂，我们讲哟，哟，我们也讲喂，我们也讲啦，也讲啦。点解用车？车比较适合这里哦，车车咩用得实拖吗？我又发觉到咧，原来我哋成日讲个车同埋车大炮咧系一样嘅。喂，有关联的哦。啊，嚟车大炮的车咧，佢原来不是我哋普通的车，又唔系以前嗰啲车。
咁嗰个炮咧又唔系打仗用嘅炮，系咩炮咧？嗱，嗰个车系奢侈嘅车，奢侈系咩？知冇？车子，奢侈，奢侈，奢侈啊！它是奢的意思，奢，奢，奢啊，奢侈，奢侈嘅人咧，佢会中意做啲好夸张嘅嘢啦，系咪？又要大啦，又要贵啦，好似我隔篱呢位咁样咯，乜都要最好嘅啊！起啦，起啦，冇错啦。车系啦，但系你车车下，你又会车尽噶嘛？咁咧就会开始变虚啊！所以咧，点解车最后讲车咁样啫嘛？即系佢之前讲到有几劲几劲，原来最尾吓咁咋？所以我就会扯佢啦，扯佢啦。哦，原来有呢啲咁嘅意思嘅，系啦，扯。嚟，你讲一下。就是说你以前觉得好厉害好厉害的，现在什么都没有钱。哎呀，讲到好厉害好厉害，我知道 JV 咧，佢之前有识一个好厉害好厉害嘅人嘅。哎呀，我知道呢个故事入边咧，完完全全可以好贴切咁样形容到车大炮呢一个呢句嘢。我以前哦。被一个好有女、好有女嘅姐姐，极力咁样追求过噶。哎呀！但系呢个姐姐系咪其实有好多男仔女仔都可以追求佢嘅？佢讲到自己好有钱、好有钱啦，好似俾你一个银包啊，俾你有张卡，你任碌，你买咩都得，只要你开心就得噶啦。所以到最尾系咪我发觉佢唔系想象中咁有女，佢嘅女差唔多都用晒啊，所以佢又冇工作啦，其实佢又冇咩收入啦，到最尾咧，其实佢系车我大炮嘅啫，车、啊，哇，用得淋漓尽致啊，淋漓尽致，淋漓尽致系咩？淋漓尽致，有淋漓尽致。头先我就讲到车字啫嘛，而家我要接落去讲嗰个炮字，炮炮我好劲啊！嗰个似炮非诶，似炮非炮，似炮非比炮啊，似炮非比炮，唔系诶，似炮非比炮，彼此彼此，彼此彼此，什么意思？彼此彼此，哟，你会的哦，承让承让，哎呀，此炮非彼炮，系啦。嗱，呢个炮字我要同大家讲下，佢上高一个大字，下低一个时辰嘅名，叫做卯时嘅卯，吓、啊，好少人见过一个字啦。因为佢咁冷门，所以咧，广东人以后就用呢个火字边嘅炮嚟代替啦。咁呢个炮嘅意思系咩咧？即系虚张之大，类似头先嗰个姐姐咁样，我卡。你又唔碌荷包，你又唔束，诶，但系最尾原来系空嘅，系假嘅，所以个炮咧有夸大嘅意思啊！明明所以个炮入边系冇弹嘅，系一个窿啫。就是那个炮，那个放炮是还没有那个炸弹，因为那个弹啊，它射不出那个弹的，它只是一个空洞罢了。啊，非常它不能炸，它不能炸。它只是个假炮，系啦系啦系啦，所以我哋遇到呢啲车大炮嘅人咧，真系扯，可以扯下去。好啦，我觉得今集 Ivy 真系表现得非常之好，我要同佢温习下一啲，温习下啲啲姐姐嘅故事。姐姐睇嚟佢好鍾意嗰个姐姐嘅故事喎，佢係咪曾经做过姐姐呢喂。是因为我识嗰个姐姐。哦。啊。我们再考试一下。好。来给他一个男的。给我一个女的好了。哦玩呢啲。我要同大家分享呢、這个因为呢个系我。我觉得呢个系 JV 教我㗎。啊咩呀、啊。因为车大炮的中文叫做扯大炮吹牛啊嘛，佢、有一句名句咧，佢就话宇宙会帮你圆你吹过啲牛啊！呢、这个系我 TikTok 嘅 bio 嚟嘅，大家可以系 follow 一下。
宇宙宇宙宇宙未未其实是这样的，它那个完整版是你吹过的牛宇宙都会帮你完成，你吹过的牛宇宙都会帮你完成，厉害耶。来，为什么我讲就感觉很有文化，他讲感觉就是扯淡。你讲下一次广东话，你吹过的牛宇宙都会帮你完成。切切，好，我而家要问一下 Ivy， 睇下佢记唔记得头先我哋讲过啲嘢先啦。睇嚟系冇咩记得噶啦，系唔记得？嚟，佢咁样讲嘢有少少智障嗰个感觉。我不干了，点讲 ？I'm quit 车跑，车跑咩？丢跑，我丢跑我而已，北跑，北跑，劈跑唔落。劈炮唔落，嗯，怎么咧？求一求，上一个，上一个系咩？哦，睇下你，睇下几犀利，你看看你有多厉害，广东话。睇你你要多马跑，佢好似好中意马哦，即系惨啦！我哋遇到我哋事业嘅低潮吗？低潮啊！而家平均噶啦，我唔敢出嚟教噶啦，唔好同人哋讲我识广东话。把炮，把炮，啊嗯、我睇下咩把炮。好，第三个 JB 很喜欢干的事情，啊、车打炮，哇，可以嘢，可以嘢。好啦，我下课啊。好，今日我哋就上到呢度啦。记得跟踪我哋嘅 TikTok、IG Happy Cantonese， 入边有好多 Hello 片段噶，大家嚟一齐笑一下啦。我哋而家落堂咯，大家一齐讲拜拜啦，拜拜。